师好久都没见你了，都秋天了。对啊，你好久没来了，但是你眼睛下面都长了小细纹嘞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才短短时间不见怎么搞的？哦，我昨天没睡好，秋天嘛，皮肤干燥很普遍，没关系，回家贴个眼膜就好了。真的吗？欢迎收看媲美网的魔法课堂。我们刚才上台之前呢，聊到了眼睛下面的小细纹的问题。那你怎么知道你眼睛下面这些小细纹是敷完眼膜之后就会消失了呢？我这么年轻，才25岁，最多也是假性皱纹吧。啊，根据年龄来判断真假皱纹？ You're kidding me。 那让我仔细的观察一下。我觉得你眼睛下面的几道小纹路呢，它已经不是假性皱纹了。不会吧，难道我真的长皱纹了？拿出一面小镜子，观察一下镜子当中你的脸部的皮肤。如果你的脸上出现了一些小细纹跟小皱纹的话呢，这时候你应该给你的肌肤补充水分。但是补水之后再面对一下镜子，如果你没有做表情的情况之下，眼周跟唇周依然有深刻的皱纹的话呢，就要告诉大家，你这个呢不是假性皱纹，而是真心的皱纹了。怎么办，老师？你救救我吧，我这么年轻不能长皱纹啊。好了，你不要紧张了。小雨这时候开始着急了，赶快看看我们亲爱的小P老师有没有办法吧。虽然你的这个皱纹呢，它是属于真性的皱纹，但是现在还是蛮浅的，所以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透过保养的方法还是可以缓解的。那说到了这个保养的成分呢，我要推荐给大家一个蛇毒肽，听起来会觉得很可怕，但是这个成分呢，其实它媲美了肉毒杆菌，可以让你的皱纹呢可以缓解掉。那现在我们手上这个眼霜呢，里面就有蛇毒肽的成分。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了一个蛇毒面膜，它可以起到一个抗皱的效果。那现在这个成分呢，放到眼霜里面呢，也是很多很多的好莱坞明星很喜欢用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好莱坞的明星呢，眼睛周围的年龄都比他实际的年龄小非常多。那接下来我就帮你使用一下吧。那我们在涂抹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大家，到了秋冬呢，我们在取出眼霜之后呢，先在我们的指腹上面微温一下，轻轻的按压点按，让我们眼霜的温度呢可以跟我们的手指以及体温达到一致之后呢，慢慢的点放到眼睛的周围，从眼尾到眼头轻轻的点按。那我们在按压跟点按的过程当中呢，会增加我们肌肤的温度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蛇毒肽的成分很好的渗透到肌肤的底层，到达我们产生皱纹的部位，那就好像把我们的皮肤里面植入了胶原蛋白一样，就会改善我们老化跟松弛的眼周肌肤。点个3-5圈之后呢，你会发觉眼霜这时候已经被皮肤吸收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提升的按摩动作，利用我们的指腹，从眼头到眼尾到太阳穴的方向，轻轻的滑动，先张开眼睛，再看一下眼睛周围的这个状况呢，皱纹的问题、松弛的困扰呢，已经缓解掉了。那老师经常用眼霜会不会很油腻，长什么？你不用担心，今天我给你用到的这一款纪兰希的抗痕紧实眼霜呢，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蛇毒肽成分之外呢，它还有美白保湿的功效，而且涂上去你只要搭配我刚刚的按摩手法呢，你会发觉它吸收非常好。现在我给你自己照镜子看一下，真的都吸收了耶，而且感觉非常的滋润，还吸收很快。看眼睛下面刚刚这些小皱纹，这时候已经抚平掉了。所以要提醒大家，如果想要透过保养来改善眼睛周围的皱纹的话呢，这时候的坚持是非常关键了。除了我们日间跟夜间的眼霜保养之外呢，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提升的按摩手法也要继续的做下去。老师，我好想要那个眼霜。好吧，那我这个眼霜送给你。但是我刚刚发现，其实你眼睛下缘呢，除了有一些小细纹之外呢，也有一些黑眼圈的困扰。那这一瓶是解决皱纹的，那另外这一瓶呢，它里面有对抗黑眼圈跟美白的效果。那这一瓶也送给你，希望你下次再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呢，眼睛周围的状况呢，就可以变得更加的完美、更漂亮了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所以说妹子们，不要仗着自己还年轻就不注意眼部保养，也千万不要再以年龄来区分真假皱纹了。赶快来参加本期魔法课堂的有奖问题活动吧，你就有机会得到由纪兰希提供的抗痕紧实眼霜一份。
好的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。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化妆、发型或是服饰搭配的困扰，也欢迎大家继续到品美网还有我的微博上面来看一看。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边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